我是吴念真，今天在奥利上写写念这个段落里面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刚从德国拿到学位的回来的梁倩文。那我们今天谈的东西是有关于他在国外的一些求学的经验，从他的角度来看，台湾跟国外的这种教育不同。那最主要是来让我们理解一下在国外的生活吧。那我们 上一段就讲到他终于考上那个，他终于得到教授赏识啊。这个音乐这方面没问题的，音乐这方面我也不太懂，就我们没兴趣。我们现在比较有兴趣的部分是一个14岁的小女生如何去进入这个维也纳的普通学制里面去跟人家念书这样子。OK， 你那时候念进去的时候，其实德文怎么样？完全不会。对啊，所以你进去的时候怎么跟同学们？那时候台湾，你在维也纳，在欧洲应该是东方的学生不多吧？很少，非常少。啊、不像美国嘛。没有，真的很少。对。啊，所以你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比如说你那时候进去练他几年级？7年级？他们的5年级，他们的5年级。他们的5年级？对，5年级是小学。他们到8年级？没有，他们的小学完了之后，从中学开始。有总共有7年嘛？对，是不是总共是8年。8年哦，对哈、哦，所以你念那5年级，5年级等于就是我们的国二、国三啊，国二、国三这样子。对，那你那时候你进去的时候，你好，这个比较好奇，是他念的科目是什么？就是他们的都跟台湾一样 啊，其实就是那些什么数学啊，然后生物啊、化学什么都要念，然后还有德国文学，然后法文、英文，什么都要念啊。所以课很重，很重，非常重。真的很重，这真的不是开玩笑。我说过，我那个时候念德国文学啊，我第一堂课老师就给莎士比亚，凯撒大帝用德文念，我真的想说完蛋了怎么办？真的完全就是整个人就傻住，想说拜托，一般德文都讲不好了，还要看那个古文绉绉的查字典，查完也还是不懂意思啊。没办法，因为德文真的太难了。可是同学也很可爱啊，同学说没关系，我们也看不懂。哦，真的啊。对，他们奥地利人自己跟我说没关系，我也看不懂。青少年都有某些部分都差不多这样子。对，但是因为毕竟莎士比亚的作品本来就不是太容易懂的东西。对，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课堂真的有一点不一样，他们会有很多讨论。台湾都是，我觉得台湾孩子都很比较被动，是被老师灌输很多东西，可是他们都会有比较多讨论的空间。对，然后小朋友因为上课比较自由嘛。然后小朋友就可以还会吐槽老师啊，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上生物的时候，我们老师就匆匆忙忙跑来，然后上课铃响了，然后匆忙跑来之后发现他课本忘了带，然后他就骂了一句就等同英文的就这样 shit， 然后就用德文骂了，对，然后我们同学就直接举手，老师这句话不可以这样讲的，这个东西只能用做的，然后全部人就大笑，然后老师就。就是又有点生气，但是又有点尴尬。他说：“你们等我一下，我去拿课本。”然后还有另外一次是我上地理的时候，地理也要上，就是一样，都一样，跟台湾其实课程很像。可是他地理有上世界地理吗？也有世界，也有德国，就德奥地区的当然有。对，然后呢，上地理的时候，然后我记得，因为我那时候德文刚刚起步嘛，可是我已经很。我比较勇敢，会常常会试着讲。那同学其实你只要敢表达，同学都听得懂。有一次我们老师就用德文讲了一句话，然后可是它里面有一个文法错了，就是他用德文某个属性他用错了这样。我同学就转头问我说：“你知道这个单字前面的属性应该是什么吗？”然后我就讲，结果我讲的是对的。我们同学就说：“老师真的很烂，大家都当老师的那个单字还用错这样子，就很会吐槽啦。對”对对，这点我觉得很好玩。对，然后老师也不太，然后还有他们有所谓的那个狂欢节。我记得那天，因为我根本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节日是什么时候，然后那天到学校就发现。怎么全部人都穿着奇装异服，就有扮巫婆啊，有扮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老师是穿着一整套的 pyjama， 就是一整套的睡衣，然后还有那个像圣诞老人戴的那种帽子，对，就还睡帽，睡帽上面还垂一颗球。然后平常我们老师是拿一个杯子里面装粉笔，他那天装牙刷，然后就这样来上课，然后就觉得很好玩。他们就是可以很自由，然后他们不会去局限说学生说。就你想干嘛？有些时候你真的是蛮自由，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的孩子也会懂得去利用自己的时间，然后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OK 啊，考试呢？会像台湾的小孩子没事干就考试吗？考试当然其实也是很多啦，可是就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我去的时候真的是完全吓一跳，惊讶，就是数学课。数学课是可以拿计算机的。这在台湾怎么可能啊？哪一个拿计算机老师真的想说，同学，今晚写的科技呢？对，可是那个可以拿计算机，然后我就觉得哇，他要你知道是懂得怎么算，对，他只是要你懂得那个过程，你只要算得出来，那你家的事，对啊，你只要就是我给你啊，我可以给你这些工具这样子，对。可是台湾是
我们要被训练到就是完全不靠这些东西。有你哪天到念大学会计系的时候，考试就可以带计算机、嗯？当然，对那个东西算已经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你要知道怎么算，你要知道是怎样算才是对的。可是他们这个，你看他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观念已经是在养成了，对。所以你如果发现是说，刚刚你说的就是说啊，同学们那个东西之后，你觉得跟他。就是课堂上的自由发问，或是让学生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之外，跟台湾最大的地方不同是什么东西？就是他们所谓的升学压力有没有大到像台湾这样子？其实我没有这么大，讲坦白，在国外，我当然不能代替，可能我不能说全部地区都是这样，可是他们，我很明显感受到一个不同，就是他们对他们来说啦，文凭没有很重要，他们的文凭是。当然你有那个专业知识，当然你要念到有一张文凭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基本上他们就觉得你就算有那张文凭你可以生活吗？你可以生活比较重要，那你可以生活你要靠什么？你要靠你自己有技能啊，所以你有没有那个文凭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他们的升学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连大学学历都没有，就是他宁愿在选择十二岁，是你刚刚讲十二岁在十几岁的时候，他已经 决定说，我可能要走记忆路线。对，没错，我可能要去当，我要去当锁匠，我要去当油漆工，我要怎么样？我去盖房子或什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可很台湾很大不同，因为台湾这个文凭主义啦，或者是我们社会阶层这个，就是每个人都要念到大学毕业。对，然后好像你没有一个什么头衔，人家好像对你的尊重会不太一样，可是在那边不是这样啊。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不同。这是我们事实上常常讲到，就是说，台湾其实承袭的某些所谓的以前的观念吧，就是四龙工商嘛，四排在最前面这样。其实没有，在国外当中，就是各行各业它都是一样的，没错，就是你有你的伟大的地方。所以说台湾蛮讨厌的，就是学者有时候只是就是想想，有时候讲到学者。学者是什么？学者专家只是训练有素的狗嘛，就是以前人家讲过这种，很不客气。但是话要讲话，的确是因为到最后变成学历会变成一种身份，对。然后你有一个学历，就可以鄙视所有人，那不是站在一个社会的一个平等角度上，各种人都有他重要的，没错。那个哈，比如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十二岁到十五岁，他如果是说我决定我以后要练的东西是跟记忆有关的，所以他在学校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嘛。对，他不用那么多考试，可是他当然要考他关于他的专长方面的考试，那个也不容易啊。对啊，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就是说你花一就是上下课的时间之外，你去学音乐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是下课之后啊，那下课之后就你可以有个别课的时间，你练琴，因为练琴也需要时间啊，就是你放学之后，然后你练琴，然后你学校大学那边有课的时候，你就要去上，对，就是时间上你可以自己去瞧去。OK， 所以你上的课就比你们同学还多了。对，可是我当时我选了一间音乐的中学，就是里面其实都是有在音乐院，或者是有他有专门这样子的学校，就是说你是音乐方面的这样子的，你有在音乐大学里面还是音乐院里面有位置的人，你来上这个课，那我们的课会帮你安排。OK， 可能课不会安排那么紧，整个课程的安排就已经配合了你要休息的部分，已经比较配合，就是说让你下午可以有多一点点的时间，然后你可以去进行你另外一方面的学。所以你的同学里面很多也在练其他音乐的东西，有在练乐器，那应该是蛮有趣的吧。其实蛮好玩，但是每一个人的学校都不太一样，然后那个练的程度也不一样，可能有钢琴的，有小提琴的，有什么的，然后有程度很好的跟可能才正要起，就是可能学校没有这么好，音乐方面学校没有这么好的，可是他也是去上这样子的学校，对，那就很好玩了，但是那你在那个地方，你一个人在那边，不然后来是妈妈也陪你在那边？对，妈妈有陪我去。就是可能他一年花多少时间在那边？当时一开始是全陪，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法律规定一定要监护人，我那时候才14岁，那监护人当然是自己的家人是最好，所以妈妈一开始是全陪，然后后来才慢慢的，因为我所有的家人都在台湾嘛，那后来就慢慢的这边飞一下，陪个半年或者是，然后慢慢减少，对，然后这样子飞来。那你妈妈那个在那个时候有没有顺便去念个书？妈妈有去上德文课。结果呢？上德文课的结果就是买菜会很厉害啊就可以去跟人家讲没有，其实妈妈讲坦白，因为妈妈我们小孩子来学语言的话当然是比较快啦，跟大人比起来的话，那当然
就算学的那个速度没有这么快，可是他该掌握的重要的技巧他还是会，就是去买菜的时候、嗯、然后那种就比如说你要买、那个萝卜、哦嗯、看到哇萝卜啦，今天可以来煮一个比较像台湾的萝卜汤，然后那个人就跟你说买三条买三条，哎、欸，三条多少钱，然后我妈妈就会很那个很那个简洁的跟他说太贵，然后那个人就说、哦、啊好便宜一点便宜一点，然后妈妈就、啊、OK， 所以那个就带走也是可以讲价的，对不对？是可以，就直接跟他说太贵，哦、这样子简单扼要，然后大家就懂了。嗯，对。所以你那个过程，后来你是那个整个的也是跟着他们的鞋子就练到毕业嘛？我没有练到毕业，因为我的中间有一段插曲。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音乐大学里面，我的教授他。因为他知道我另外这就是我中学那边的学业很重、嗯、那在很重，因为我也要念书，我要念书又要练琴，对，那个书我还要花比一般人更多的时间跟力气，对，因为你德文嘛，对，因为德文嘛、嗯、你又不是用德文又英文，我还要用德文再学法文、嗯、那真的非常非常的难，然后所以学校也有功课，然后也有考试，我都要念查很久的单字，光查单字这件事就已经花掉不了多少时间、嗯、然后我念了两年之后，我的教授跟我抗议，嗯，他说你其实已经过了他们规定的法定就是国民义务教育那个年纪，你可以选择不要念、嗯、你可以你就是因为你已经有大学的那个对，你已经在大学了嘛、啊啊啊、你就不一定要再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个念一般的学校上面、嗯、他就跟我抗议，然后他就说他希望我停掉、嗯、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妈都不希望我停掉、嗯、因为我妈妈觉得这样也很可惜，我也觉得说啊如果可以念那不念很可惜，结果我的教授真的他使尽所有的办法，就是就很坚持，很坚持，然后他是一个没有达到目的绝对不会罢休的人，就是上课一定没有好脸色、嗯、然后一定想尽办法，就是都一定一直来跟我们吵架也好，我妈跟我跟他这样吵架，然后到最后他就是说他就说他那时候就直接威胁我，他就说那你自己想想你为什么要来维纳、嗯、他说你是来念他们这边的中学还是念音乐，嗯，那如果要念中学那你回台湾啊，那讲的有道理啊、嗯、他说那你回去啊，嗯，那我们就你就被塞的无话可说了嘛，就是我是要来念音乐，可是、嗯、虽然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可是他就觉得那你现在你从现在开始你要专注在你音乐上，不然你哪有那个时间练琴，你哪有时间练那么多的曲目、嗯、后来真的就因为这样我们就好吧，那我就把中学那边停掉，嗯，对，后来就完全专心在音乐大学这个方面，嗯，哦，所以你事实上，如果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是什么十四岁就已经进了他们的大学了嘛，就几乎在他们音乐大学里面上课。所以你总共那时候在维也纳待了几年？维也纳我待了七年多，所以七年只念了稍微两三年他们的中学嘛，所以整个时间几乎就是在后来都是在音乐大学里面，因为有音乐大学也有课程啊，也有他自己的课程。真是漫长的岁月。以前要念八年才有硕士、欸嗯、非常的久，所以你在七年的时候，所以你这样的一个学制就变成很奇怪了哈，就是十五岁就进大学音乐学院，在这边足足待了七年嘛，对对，那、啊、所以你变成中学的部分，如果中学部分没有念的时候进大学，就是你要不要照像台湾一样，你把大一大二什么东西课全部修掉？他们好没有分什么大一大二，他们没有分那个几年级、嗯、然后他们也没有像台湾有一个什么班级的这个概念、嗯、你没有同学、嗯、你就只有同门的师兄弟，是音乐特别是这样子，对，因为你是师徒制的关系，對對對對，那其他的话就大堂课、嗯、就你去上音乐学啊什么艺术史啊什么音响学和声学什么，这个都是大堂课、嗯、那你就上完大家就散啊，你没有什么同学，嗯，啊，你上课也是个别课，就是跟老师是 one by one， 就一对一，嗯，所以是你都是以这样的情况在进行你的学业。OK， 所以你认为你唯一的那种同学或者什么，变成是这个老师底下的所有徒弟们。对，没错、嗯，你的同学就是同门师兄弟或者是姐弟。那很多人吗？一个教授可以教几个？一个教授大概可以收十几个学生，顶、嗯、多就最多嘛，可以最多就是十几个，他也不然他也搭不过来，对，因为他们自己本身都是很世界级演奏家或什么，他们也有演出，嗯，对。其实都是这样，所以其实很孤单。所以这大学练得蛮寂寞的、欸。很寂寞啊！我跟你讲，很多人练到疯掉哎、欸。哦，真的吗？就是疯掉，就是你可能你每天都封闭在自己的世界啊，嗯、因为你像练琴也是一个人，上课也一个人，啊，吃饭睡觉都一个人。嗯。你不管怎么样都一个人。所以你不会跟其他的大学的同学们产生互动或什么，或者说就像台湾会有啦，会有、嗯，可是不会很多，因为你们都、嗯、特别是练音乐，对，特别练音乐、嗯，因为你要比如说你练琴，就不可能找人来跟你一起练啊，嗯，不可能一定要自己练嘛，只有你在拉乐团的时候，嗯，哦、啊，看得到他们啦，嗯嗯嗯，对，那大家可能约一下，喝个咖啡啊，也就走了，嗯、因为还有。可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那个年纪，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之下，
情绪会不会很怪？会不会跟你在一起的妈妈吵架什么之类的？会不会了？因为觉得那个跟妈妈吵架不一定要情绪怪吧？这个事情在台湾也会发生啊。OK， 是是是是是。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OK。